我已经超出范围了，不需要你了。真是令人震惊，我们的人民在城堡的墙外挨饿，而这些忠诚者却活在酒池肉林中。在他们纸醉金迷的时候，炎狱之主召集了一支能摧毁暗影之境的军队，这些相信戴纳瑟斯谎言的蠢蛋真是活该。大厅内展示着许多珍贵的武器，我们却夺走那些贵族的武器。这个镜子应该能帮助你前往城堡，凡人。强大的灵魂藏在房间里，他把灵魂最黑暗的本能转化为自己的力量，再铸造成武器来对付敌人。等我一打破这些束缚，你就是第一个燃烧的人。逐日者，愤怒是你最有潜力的罪孽。这些对我们很管用。此人的傲慢与自大无与伦比。来吧，我们要夺走戴纳瑟斯的宝贝。又有城堡守卫来了，解决他们。
路上还有其他几位，一定要迅速击杀他们。有更多的蠢货打算妨碍你，别让他们得逞。有更多的蠢货打算妨碍，有如千万里得逞。又有城堡守卫来了，解决他们。路上还有其他几位，一定要迅速击杀他们。路上还有其他几位，一定要迅速击杀他们。没错，我的力量恢复了。路上还有其他几位，一定要迅速击杀他们。有更多的蠢货打算妨碍你，别让他得逞。有更多的蠢货打算妨碍你，别让他们得逞。有更多的蠢货打算妨碍你，别让他们得逞。
得逞，又如千万烈日。跟我来吧，我会帮助你赎罪的。我受够了被其他人当成棋子来利用，你的协助能让我报仇吗？你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。控罪者，带走这个灵魂并协助他。
中介者是一群贪得无厌的家伙，别让威力如此强大的武器落入他们的手中。
去死吧！小心脚下！死亡不会跟你商量。希望这个神奇的圣物跟他看起来一样致命。这是所有罪恶中最邪恶的一项。来吧，凡人，瑞文崔斯那些傲慢的贵族挡在我们和戴纳瑟斯之间，是时候除掉他们了。
谢谢你们两位大驾，少了你们的话，宴会也会少了。这里有另一条通道，可以通往前殿。杨明就冲入了，我心太重了，我不像你喜欢进去，想饿着。我偏爱在战凡人，你表现得很好啊，你成功中出了戴娜瑟斯的计划。如果你有礼貌一点，但千万不要小看他的力量，好不好？他的威力非同小可。舞会的耻辱，我离得太远了。什么战术啊！啊！需要再考虑。大家听着，找到伙伴，不然就等你。Thank you.
邪恶的入侵者，来挑战死亡之舞吧！向前进，往右摆，往左摇，往后跳。够了，你们的舞姿和虫须没两样。
客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。让你们看看我的力量。来挑战死亡之舞吧！向前进，往后跳，往左摇，往右摆。够了，你们的舞姿和程序没两样。我们要开始跳死亡之舞，往左摇，往右摆，往左摇，往右摆。你们的舞步太美妙了，可惜你们还是没有。我离得太远了。
往右摆，往后跳，不要再跳了，你们是这场舞会的耻辱。人民居然堕落成这样，实在令人难过。